觉得他们都是找我打的。我下次问他们之前，我要问他我没时间打的话，可不可以让别人打就行了？是不是飞？给豆找个单吧。咱俩都快饿死了，你打不了大师的飞，等下豆打。把那个老黑奴了，当然打了他今天痛不欲生了。我说、啊、他打着打着眼前一黑，他看着他家那显示器，他想给他显示器砸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他想给他家显示器砸。喊他陪玩都是二十五夜 H 吗？二十五一小时。啊、哦！老板打了多了，还得给他加二十。等会儿我给你拉个群啊，然后。有多余的单儿，我给你拉到群里边，然后你看着，你想接你接。二十五一小时，是的，苏子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吭哧吭哧打一天还有二百。关键是他很猛啊，苏子。我说实话，苏子，你没见他打过，他可能比你还猛一点那个人。我们打比赛的时候，就那个打野，啥都会，他啥都会，还是个小孩，年纪小。我自己接的，我自己接的。赖皮吗？彗星沟通。你看这行业多卷。你就看这行业多卷吧，家人们。我能不能冲冲分，让苏慈？啊，算了，不能为难。你冲啥分？打几个陪玩的。拉你啥陪玩的？你冲上去分，我拉你陪玩的，你冲吧，你冲到峡谷前十，行不行？飞，现在说那逼话，你打那网四有啥用？还在那惦记你的逼网四？苏慈，我跟你说，咱俩你要是想做那种薄天的内容，那种其实也可以做，那种能保证单量。两个可以一块儿做，你是想让我艾特，然后艾特你的账号是吧？他很多人在抖音上说的都是，哎，今天又打了一个包天号，十七胜一负，对吧？你说的是那种是吧？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号都是那么猛。我知道你说的那种视频。没有没有，赛季末期的胆儿打不完，让我给群里放上去，你自己到时候看着接。我给他们的胆儿，你们都搜词，你估计都不会打。我会骗你吗？两百一天都能打。都能打得很开心。不行，我要变强，下赛季打一下峡谷，找苏斯合体吧。可真难得呀！人家不给你合体，你老早往上点贴金钉子，谁给你合体？你就会个逼鳄鱼。我跟苏斯俺俩打峡谷，当时打得还可以。你就会个逼鳄鱼，谁给你合体？你得研究点别的，人家都是三板斧，你是一板斧，办的就是大树。谁跟玩大树的装备？我坐久了腰会疼吗？会疼。然后我现在基本上腰疼的时候，我会起来运动的，多运动。对，所以说我要定期运动，我都一般会起来的时候，我会经常去球场打个球。我现在作息调好了，我白天早上一起来我都去打球。
没有没有，我刚才打的王者局，这个号是白金的。刚才接的是打分的，打了一个无畏先锋的王者的。我的号隐藏分高啊，它掉下来的吗？不是。哎，峡谷现在王者很菜的，峡谷王者没有那么厉害。这赛季的水分太大了。还不是打韩服有用，贴膏药，贴什么膏药？需要上 V game 的啊。李云龙不是打仗的吗？思思，李云龙还说拿大炮打1800里呢，那能一样啊？你少看点那抗战片啊！你一个女孩，你怎么那么喜欢看抗战片啊？OK。你看点爱情片吗？刚才有个粉丝叫李云龙。What the fuck?他没那啥，没大。哎，我操，这螳螂！这什么螳螂？这是我塔没了。看你吧，塔给我干没了。经典的误导。飞哥，你怎么暴杀狗头啊？飞哥，没暴杀的，还好。你记得我之前给你下达的任务不是？因为我这不代替了吗？不是我，你记得我之前给你说的那个任务吗？200把尼格，奎桑提。200把。明天开始啊！明天开始，你每天都要给我发聊天记录。别骗自己，你也别骗我。行不行吧？你就说这样吧，你打200把，我奖励你50块钱，行吧，兄弟？这阳痿，行不行？行，王哥。你再不变强，你就被淘汰了，你知道吗？
我这还抠门啊，是不是？我天老爷！不是你这螳螂这手。盖伦快来了，没事没事。我走了，谁？没事吧，哥？你能点住不？随便晕一个，随便晕一个。我靠，没晕。好好好，飞，牛逼。飞五杠一，你五杠一打，你刚才五杠零打了个零杠五似的。我没回家换装备，我看那打手学来了。哦，是这。咦，我去，他还电我。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这是？快跑飞有意吗？没没没，你看我挺近，加个狗头的 W， 我妈那移速是五十吧？我操！不是，盖罗挺近我一下，然后狗头给我放个 W， 我移速。你咋说话能搞笑了飞？不上。非多有节，非有节目效果，多带带他。谁说了？观众说了。啊，多带带你了。非是没钱不跟我打游戏。我可没这说过。非没钱的时候，我叫他打个游戏都不乐意打了。
我没钱的时候我还给家打游戏了，宝哥，我肯定得去当志愿者挣钱呀、啊。我不是说西大街志愿者，你当志愿者都是给女的送钱。我第一次见到给一个女的花四五千，连手都没碰的，就你了，丁一飞，没别人了。你再找第二个，你真找不着了。这儿人，这儿人。不好杀。你永远忘不了洛阳，宝哥。所以你配不上他，你算了吧。我知道了。我再给你介绍个吧。我上次给那个按摩的地儿，那个18号技师挺好的。阿飞，他锤石可贱呀，锤石。嗯。你能不能别转移话题？哎，救他自己，救他自己。其他人都在中路。我这辈子不可能往洛阳跑一趟了吧？飞不是纯宁大学生，飞就是说对女人有点深情。人家也不是不好，人家也挺好的，但是飞配不上别人。咋还射我呢，哥？你是 iBoy， 你是？我踢了，我踢了，飞。踢我也得毕业吧，哥，我踢还有二十。连个眼都没，放个眼呀！能打过，能打过。不要相信我们的队友脑残。飞，如果让你重来一次，你还愿意花那几千块钱吗？阿飞，没啥愿意不愿意的，已经注定了。人家是个好女孩，但是呢，你也是个好男孩，但你俩就是说你俩配不上。知道吧？所以，我跟你说，你一个月20000你都养不住人家。蒙古之间，我癞蛤蟆就是吃不了天鹅肉，你知道吧？知道我啥？谁是癞蛤蟆？狗是癞蛤蟆。狗是癞蛤蟆。你好好说嘛，谁是癞蛤蟆？我呀，我还能说他呀，你到人家都不愿意跟你在一块儿，你都还在替人家说好话。你不是癞蛤蟆，你是傻逼。你是傻逼，你是究极大舔狗。我就喜欢当傻逼，宝哥，傻逼就挺好的。赶紧给我杀了，傻逼，我是傻逼。
呵呵。